大家好，本期继续给各位带来2024年北爱尔兰公开赛两位世界冠军的较量，墨菲对阵宾汉姆。此时比赛已经打到3比3双赛点，两人相差59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如此分差和球形下，会有什么精彩一幕？墨菲的这杆十字回球出现问题，虽然带口的这颗最后还是被挡住，但另外一个红球已经留下机会。 并且此时二师兄已经到了超分边缘，他的任何一个失误都很有可能葬送比赛。宾汉姆远台不但没有打进，还同时把中间小球队 K 开，让墨菲解放了混球。两人都在不停摇头，对自己的表现不够满意。不过墨菲还是得到好处，至少现在有机会上手追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球形分布。 底库一颗贴边，黑球也在上方库边。另外，低分区的这颗红球也不白给，所以这个球形下，墨菲想要完成逆转，难度属实不小。这里简单提一下，墨菲在本次比赛中的一个举动，必须要为他点赞。 泰国选手三凯姆的球杆因为在第一场丢失，他在问过其他几位选手后，他们都不能把球杆借给三凯姆。墨菲知道这个事情后，主动把球杆借给泰国二哥，并告诉他，如果后面还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随时使用。当然，墨菲也开了个玩笑，除非他们两人在决赛中相遇，那三凯姆就有麻烦了。 14, 15. 21. 下方最后一个好打的红球解决掉，接下来墨菲的每一杆都是难点，看他能否顺利解决。28. 不是吧？这是什么运气？墨菲打不进的同时，竟然不漏球，还形成斯洛克，不然他就可以回家了。二师兄一步解到，而且又是一个进攻机会，看一下墨菲这次还会不会错过。 篮球效果不错，刚好是向下的角度。反了，包飞居然是毫不犹豫的直接进攻，还以为他多少会考虑一下，甚至是防守一杆，没想到直接就拼了。现在红球已经被解决，接下来就看最后库边的黑球了。 13. 15. 18. 22. 27. 顺利叫到最舒服的手摆位置，而是秀明显已经慌了。厉害厉害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太太秀的红豆，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。